这是我大越国历代国主的象征，现在你就是他的主人。殿下，来不及了，快走。孩子，去吧。殿下。格鲁，多吉，带他走。是。殿下，走吧。我不走。走，殿下。不好，快走吧，殿下，走。权杖呢？为了王位，你连自己的亲哥哥都杀了，你不愧疚吗？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权杖呢？只有真正的国君才配拥有权杖。我是谁？马勒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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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见了，我才是真正的国君。交出来！呀！格格尔王，乌里汗跑了，给我追！是你，人呢？启禀格格尔王，属下无能。格格尔，你这个弑兄篡位的畜生，你不得好死！剐了你！
我相信是乌云遮住了月亮的光辉，才让我大越国的勇士迷失了方向。我原谅你的不敬。来吧，告诉你的格格尔王，他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了？李汉去哪儿了？狄大王，狄道，他还是去狄道。该来的终归要来呀、啊，王兄，我们又要见面了。去狄道，走，去狄道。老爷要责罚您了。格格尔王，人就在那儿，为何不让我把他抓过来？那是大唐狄道兵马使李存山的女儿，给大唐发过书，就说本王要到狄道纳贡。是。好。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这是我们狄道兵马使李存山，李大人。大人，这就是他们的包裹。还给我！去请卧龙寺的圆光法师来。是。大越国肯定出事，那大唐和大越两国之间又要因此而引起一场血雨腥风了。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情。东西还是大师先收好，物归原主。那人我也一起带走，在大人这儿我怕是个麻烦。多事之秋也罢，有劳大师了。圆光法师，驴子在此等候多时了。施主远道而来，想必有事所求。啊，驴子尚有一言要告知法师。请讲。大越国将有魔星乱世，此人沙长继位，世子成魔。为了不祸及世间，法师可要驴子除去此人。一切随因果，随他去吧。那驴
驴子就告辞了，请法师保重。施主，您醒了。哎，看到我包袱了吗？是啊，那老头大马，他就是大越国的王啊。是吗？这可是威风吧？是啊，多威风啊！是啊。法师，在下本是大越国的王子，谁曾想一夜之间，父王被我的亲叔叔给杀害了，幕后至今生死未卜。父王临终前让我来一道卧龙寺寻找索南坚亲王的帮助。请问法师，这位索南坚亲王在何处啊？贫僧无能为。法师，在下已经无路可走，请法师指点迷津。施主，我佛普度众生，这里暂时可以给无家可归的人居住。你，哎，不得无礼。佛祖，你既然是度世间一切苦厄的，却为何偏偏不度我？现在索南坚亲王是我唯一的希望，就给我指一条明路吧。殿下，格格来了。法师，施主，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报仇。那你千里迢迢来这卧龙寺干什么？哎，我来此地是为了寻求索南坚亲王的帮助。如今我找不到他，只能靠我自己了。格格尔师兄篡位，泯灭人伦，于世人眼里当诛之。那你杀了格格尔，岂不也是世叔篡位，泯灭人伦？这跟格格尔有何区别？我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只想报仇。马师，请把权杖还给我。如果暴力能解决的问题，
你在大越国就解决了，要是解决不了，到了狄道你同样无法解决。我悔就悔在当初为什么没有在大越国给他拼命，把权杖还给我。不还是吧？好，给我。殿下，走开。你既然要复仇，贫僧就做你复仇路上头一个枉死的人。你别逼我。没人逼你，是你自己在逼自己。把权杖给我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跟格格尔有什么区别？你杀了格格尔就能解除你心中的痛苦吗？非但不是，你还会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恶魔。醒醒吧。阿弥陀佛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法师，你帮帮我！我该怎么办啊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殿下，哥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快走吧！我劝他们回去便是了。法师，别来无恙。施主，所谓何来啊？一人一物，清净之地无俗，寺庙当中皆和尚。大越国的王子，我那侄儿乌力汗什么时候也成和尚了？众生皆有佛性，入我佛门即为弟子。看来王兄是一心袒护了这卧龙寺百余口僧人的性命，为了个乌力汗值得吗？阿弥陀佛，念了这么多年的经，也没见真佛来救你们。我送你们过去，问问为什么。住手！格格尔王，在我大唐境内竟然如此放肆！本王只是来见见故人，顺便拿回属于本王的东西。我以为大越国格格尔王借纳贡之机要起兵攻打大唐。放下兵器，李大人，这属于本王的家事，还请李大人不要插手。施主，并非是为乌力汗而来吧？哦，是为了两样东西。哪两样东西？留不住的虚名，带不走的薄利。无论是当年的索南坚亲王，还是如今的圆光法师，都令本王十分敬佩。也罢，念在兄弟的情分上，就给索南坚亲王一个面子。只要他终身不走出寺门，我就饶他一命。善哉，善哉。东西呢？放开我！不能给他！伯父，这是大越国主的象征，怎么会交给一个弑兄叛逆之人？大越国的逆贼，给我拿下！放肆！伯父，不能给他，不能给呀！这节木头归你，这节木头归我。那就请法师好好开导开导这节木头脑袋吧。你们走！你不能走，把权杖还给我！不能走！把权杖还给我！法师，还是留些人保护寺院吧。多谢将军施舍。乌力汗，不要再生是非，不然我也保不了你。伯父，
你糊涂啊！伯父，伯父，伯父，你为何不早承认你就是索南监亲王呢？这世上早已没有了索南监，只有元光。我父王和母后算是看错了人。你知道他们临终之际把你看作我大越国最后的希望，你非但不帮我报仇，你还把象征大越国的权杖交给了格格尔。格格尔有了这个权杖以后，他就会号令七大部族首领为所欲为。你不是不知道吧？你这么做是背叛，背叛大越国，背叛你惨死的亲弟弟。贫僧是你父王的长兄，但也是格格尔的兄长。你让贫僧替你杀掉自己的亲弟弟，这又算是什么呢？我只知道我是大越国的王子，我还是我父王的儿子。我父王被杀了，我就要报仇，否则天理何在，公道何言？这世上只有你生下来是做王子，别人都是乞丐，难道这就是公道？好，你既然执意避世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告辞了。佛门之地本就来去自如，不过贫僧奉劝你一句，格格尔必在狄道城伏下杀手。吴立涵，你自己保重吧。多谢首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怎么这么热闹？今天是我们狄道城花儿歌会。哦。好。好。这么漂亮。殿下，你看，那就是狄道城狄大人的千金。上次就是他帮了我们。哦，就是他呀。此处太危险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实在对不起。你们干什么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。这位姑娘，上次你把我们绑了，这次又苦苦相逼，
姑娘意下何为啊？我这是给你机会表现自己，又没有怎么样。多谢姑娘好意，在下实在没有心情。没心情？没心情不在寺里好好待着，还跑这看花？回卧龙寺吧，远光法师一定有办法。不会，你就忍心看他死吗？格鲁啊，格鲁，难道连你也要舍我而去吗？照顾好他。小心点啊，快快，小心，帮忙帮忙，上药，小心，小心啊。明日起开始抄书吧。这部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乃是玄奘法师西行所取，望你好好体会其中的深意。扫地为何？为了地干净啊。净地为何？为伯父，什么意思啊？用心扫。不就扫个地吗？柴火也是有纹路的，你要让它为你所用。
就顺着他的纹路来下符。您说的是诱然之道？我说的是劈柴。挑水就是挑水，想那么多事情做什么？我什么也没想啊。那这水怎么会洒了呢？这水它自己往外晃。水本无相，它怎么会乱晃呢？我看是你的心在晃。挑水去吧。伯父，师父，静地为何？为了心静。心静又为何？只有心静了，才能生出见众生的般若大智慧。众生何在？这一叶一草皆众生。那心静又为何？啊？扫地去吧。陈轩姑娘，格鲁的伤怎么样了？多谢姑娘挂怀。那你呢？我没有受伤啊。身上的伤好治，心里的伤难医。庙里的生活很清苦吧？砍柴、挑水、扫地、读书，我想我伯父是在历练我。你平静下来了。你们汉人有句话叫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还有一句话叫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。你不恨他了？谁爬起来？我上，上。你把他放了，我跟你们去见哥哥。不行，你会死的。你救过我一次，这次该我救你了。放他！哎，熟了没有？真香！哎，跑了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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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！放开我！秦轩，走！秦轩，快点！秦轩，放开我！走，放开他！小妞，秦轩，玩玩吧！放开我！来吧，走开！走走！要干什么？吴立涵，臭小子！哎，别打！让你扫兴！哎，打死！别打了！你，吴立涵，你。
你！哎，这，哎，这，吴亮，吴亮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快让我看看。别给我乱动！李亮，吴亮，他们也是你大越国的子民，放过他们吧。他们对你无礼，理当该杀。王子饶命，饶命，王子。回去告诉哥哥，迟早有一天我会回去找他的。滚！让我看看你的手。没事。郑轩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快走。这样不算什么。为了你，我宁愿去死。听说库尔江死了？不可能。前几天还有人在大堂附近见过他呀。纯属谣言，库尔江哪那么容易死啊？听说几天前他已经和乌里哈王子会合了。恭迎哥哥尔王。库尔江散布谣言，说本王没有权杖，煽动各部族起兵叛乱。如今，他的领地已被本王收回了。你们是不是也以为本王没有权杖，做不了这大越国的国主啊？今年的纳贡，就请各位把儿子们一同送来吧。格格尔王，这是要把我们的儿子做人质吗？嗯。启禀国主，
你报说吴立涵整天和李存山的女儿在一起，这个李存山手握重兵，万一他暗中帮助吴立涵，发国书给大唐，就说本王要娶李存山的女儿。是。这个是我们最大件事，你看那边。那你干嘛？哟，客官，看我们家刀怎么样？老伙计，走吧。好刀，这是好刀啊。你可真是我的宝马良驹，日行千里哟。老先生啊，您这也算得上是良驹。哎，你可别小看我这驴子，它可比那些号称日行千里的马儿快多了。怎么，我还不能称它为千里良驹吗？是，那些个马儿原本就是大越国的千里宝马，可是一到了大唐就一味的莽撞胡来，更有甚者还掉进了温柔乡里，一心想当种马，英雄壮志尽失，到头来还不如我这驴子跑得快呢。倘若能够回到大越国，千里良驹仍将是千里良驹。哎呀，可是千里奔波，脚力尽失，只有心平静气等待时机了。走，伙计。老先生，还请指教。走。大师，你不施法力吗？快帮帮他们呀。哎，能救他们的只有当今大越国的乌里罕王子。此话怎讲？你看，格格尔王正下令清查乌里罕王子在大越国的势力，他们可都是和乌里罕王子有关的人呐。这分明就是一些老百姓，怎么会和乌里罕王子有关系呢？嗨，还不是格格尔王的手下看见谁家的牛羊多、女人美，就说谁家是乌里罕王子的密探，于是就被抄家流放。难道就没有人反抗吗？有，可各部族之间互不信任，群龙无首，乱作一团。照此下去，不知大越国又有多少无辜百姓要受苦喽。哎，可惜呀，那乌里罕王子却不知所踪，
若此时他能去联络各部，振臂一呼，定能成事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没有你，大月是众生的大月；有你，你是大月的众生。众生就在你面前受苦受难，你又能为他做什么呢？开启智慧，渡去彼岸。般若是践行的智慧，所以我要用着智慧去渡大月国的苦难。你如何渡？无非是用武力，若武力能解决，这世上就没有烦恼可言了。可慈悲又换来了什么？是城墙下那些受苦受难的饥民，还是格格尔屠刀下那一个个冤魂？院子里的落叶，无论你今日如何清扫，明日依然还会落下。那也不可能因为明日依然会落下而不在今日清扫啊。扫地为何？为净地啊。净地又为何？为心境。心境又为何？师父，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只想报仇。你放弃王位，在这儿天天清扫所谓的落叶，地真的静了，心真的静了吗？最终大月国还不是内乱不断？我在这儿给你清扫了一年的地，我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。地依然是地，落叶依然是落叶，就看谁来扫。谁来扫？我来扫啊。如何扫？以我的规矩来扫。阿弥陀佛。总之我不想再跟你一样了。你从未与我一样过。怎么样，殿下？我们已经召集七大部族，20天后，七大部族首领会在寺墨尔沙丘聚集。好，明早就出发。秦轩，等我复国之后，我回来接你做我的皇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嗨！呀！风。
李存山之女李晨萱为河西公主，择日出嫁大越国葛格尔王，接旨。你塔克部不过是被抢走了3000只羊、1000匹马，凭什么让我们先帮助你？我达达部被格格尔抢走了500里草地，请王子一定要为我达达部做主啊！500亩地算什么？格格尔非说王子和我小老婆有勾结，把我小老婆去年就抓回去，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。那是格格尔担心你受累了，想替你生个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你想怎样？好了好了。不要再吵了。我们丢失的土地，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地方抢回来吗？诸位，父王生前待你们如何？当亡国危难之际，你们又在哪里？再想想我大越国，当初那是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各大部族一派祥和。现如今，叛贼格格尔，祸国殃民，你们就没有责任和我共同讨之吗？等待击败格格尔，侵占你们的所有草地、牛羊，加倍奉还。还希望各位叔伯兄妹能够出兵，助我复国。我们立誓，愿为乌里哈王效力，出兵打格格尔。孩子，走吧，别告诉爹你要去哪里。爹，女儿不孝。走吧，能走多远走多远，走了就别再回来，回来我也不会见你。走吧。李存山抗旨不遵，纵女私逃，即日起削职为民。30日内找不到其女李晨萱，索拿御前问罪。我们都是雄鹰的子孙，拥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乌力汗带领大家为了大越国的和平而努力。让我们一起夺回大越国！夺回大越国！夺回大越国！殿下，格格尔向唐王求婚，李晨萱被封为公主，不日下嫁格格尔。呀！
来吧，拿起你的刀！乱臣贼子，理当诛之。勇敢一点，杀了你的叔叔！你弑君篡位，祸国殃民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叔叔。杀了你的亲叔叔格格尔王，你就是王，你就是真正的国君。你不是一直想当王吗？想想你的父亲吧，不就是被这王位害死的吗？你不配提我的父王，并且我也会为我的父王告慰他的英灵。我问你，李承玄在哪儿？你害怕了？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先是你的父亲，现在轮到我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再问你一遍，李承玄在哪儿？想当王，就要先把自己变成孤家寡人。想当王，就要变成杀人的魔鬼；想当王，就要杀掉所有可能抢夺你王位的人。记住，你身边所有的人，都有可能为了这王位杀死你。小姐，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共可，就叫共可吧。共可，这名字真好听。我的小共可。格格尔家
妻五人，子两人，女四人。别念了，格格尔全家满门抄斩，一个不留。传令下去，即日起对于告密者有赏，并且凡是与逆贼格格尔有关之事，一律重审。是。本王这次得以复国，多亏有七大部族首领出兵相助啊！啊！无力大王有主。来来来，都起来吧啊，起来！本王呢，还有一个疑虑，倘若有一天别人也朝你们出兵相助，你们该如何处置啊？殿下，已经查问清楚，李晨轩确实从未来过大运，他在出家之前就已经逃了。李存山还因此事获得了重罪。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一定还在地道城。地道。明日一早，召集兵马，开赴地道。乌里汉王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要娶的女子，请耐心等待即可。我等不了，
都给我让开，否则我杀了你们！乌里汗王，乌里汗王便杀老臣，也要等老臣把话说完。那李氏之女，我给我抓起来，斩首决心！乌里汗王，乌里汗王，乌里汗王！刺史大人，格鲁将军，乌里汗的纳贡不是还有十天才到吗？请大人让我们提前进城。这个，给大人的礼物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嗯，乌里汗王此来只为找人，除了给您的礼物，乌里汗王率领我大越国勇士数万名就守在城外。李大人现在已经被革职，继任将军还在路上，您应该不希望此时出什么意外吧？陈轩，陈轩，乌里汗王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的陈轩呢？啊，我的陈轩呢？你的陈轩，告诉我，陈轩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明明就是想拆散我们，告诉我，陈轩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就是把地道城挖地三尺，也要找到陈轩。走。这些个纸画的、泥塑的、装金的、带银的，有何用？倘若心中有疑虑，该向何处问真佛？明心静性，自见真佛。所以说，佛根本解不了我的忧虑。困惑是空，烦恼亦是空。明明在心里，为什么说是空？观自在，观菩萨，度无边际苦，照一切苦。阿弥陀佛。告诉我，陈轩在哪儿？贫僧不知。鱼儿呀，鱼儿，就连你都有个本儿，唯独本王却孤身一人。你们都在跟本王作对，难道就不怕本王杀了你们吗？阿弥陀佛，请施主放过这无辜的生灵，速速回头是岸。这么说，法师起了慈悲之心，那你就帮帮我。贫僧确实不知道陈轩姑娘去了何处，请施主多行善事，等待时机，必能再结善缘。我等不了。我等不了。找不到李陈轩，我就血洗地道城。怎么回事？
没事，都休息吧。 说不说，吴立汉，看看你如今的样子，哪里还像个人？就算我知道陈轩的下落，也绝不会告诉你。这么说，你是知道的，但就是不告诉我。我绝不会把轩儿嫁给你。 李存山，李存山，陈轩是我大越国的王后，你这分明就是要拆散我们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我希望她能幸福，我能给她幸福。你已成魔，我死都不能让女儿跟着你。 陈轩，陈轩，你终于来了！啊，你要杀我？是他，是他不让我们在一起的，你要杀我？我是来接你的，把他带上。 是我们的，他爹早已经不在人世。你居然爱上了别人，连你也要背叛我！原来他吴立汉哪儿去了？ 为什么不来见我？告诉我，这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？他爹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你已经不是原来的吴立汉，吴立汉已经死了，孩子的爹也死了。 你们谁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吗？谁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呀？
小宝贝儿，我数到三，再没有人出来认得我，我就把他摔死。无良，无良，无良，你是我们的孩子，你骗我！咦？没有人知道吗？是什么？二小姐，小姐你怎么了？小姐，你咋晕倒了？小姐，你醒醒！小姐，小姐怎么了？小姐，没有人知道吗？啊！三，阿弥陀佛。吴立寒，放过这孩子。放了？难道你是这个孩子的父亲？啊！小姐，小姐，贫僧便是。贫僧出家多年，自然不在人世。我要你清楚地说一遍。贫僧便是这孩子的父亲。啊，云公法师，怎么不可能？明明他都听了，真的了。没想到啊，真是没想到，居然是你！哎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，听到了吧，这就是你们所敬仰的高僧大德，居然是这样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。给我传令下去，把银僧赶出我龙寺。对，赶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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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志全，来，志全，志全，你醒了，志全，志全，我好想你啊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银僧，哼，真是个银僧啊！你看看他，就是他呀，这是上等百姓啊！是他，有什么脸色出家？女施主，这是真的吗？怎么会是这样？
施主，行行好吧。他怎么不动了？是不是死了？小施主，他是饿的。施主，发发慈悲吧。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走吧，乌力汗，我是特地来引你上路的。这么说，我死了？啊啊！你的儿子名叫贡可，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弟子错了，弟子错了。只有悟与不悟，前念迷即魔，后念悟即佛，只要心中放下刀，你便是佛。师父，扫地为何？为了净地。净地为何？为了净心。净心为何？师父，弟子从未心净过，求师父开示。心净，方能见众生，见得了众生，方能勘破生死。身净，天地之心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
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你以前在寺里做什么？砍柴挑水啊。那现在呢？也是砍柴挑水啊。那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以前吧，砍柴想着挑水，挑水想着砍柴，现在呢，砍柴就是砍柴，挑水就是挑水。大唐皇帝圣谕，圆光法师忍辱负重，为救敌道百姓甘受苦难，今日昭告天下，还法师圣名，另修其金身供后人参拜，赐卧龙寺金匾。